同学，我们现在做一个问卷调查，你有愿力吗？有没有愿力？有。你要不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要不要？要的人点头，不要的不用点头。你要不要上求下化？要不要？要不要？要的人很多。你到哪里下化众生？你在哪里下化众生啊？所谓众生这两个字，众生住在哪里？心中有众生嘛，对不对？这六祖坛经说的嘛，外界存在的这个也叫众生嘛，对不对？你在哪里度化众生？在三界中度化众生，众生会跟你住长极光土吗？它叫众生啊，当然众生非众生是基础于它的佛性而说嘛，所以。你会不会有生死现象？会不会有？你接受吗？你不接受生死现象，你又如何下化众生？生死是苦啊，我离苦得乐，又要下化众生，又不要在三界里。怎么办到？怎么办到？当然办得到了，因为生跟死、苦跟乐是始终对待，它是对待的。在清净中无对待关系，他没有对待关系，所有的一切相状，他本来就是因缘法，你对因缘法有意见吗？随顺因缘，他是讲实相因缘，他是清净的。当然，如果你是安住在清净的觉性中，对于苦的感受，其实知道它是无常；对于极，知道那是无明造作而现在会有的相状，那是暂时的虚幻；对于道，如果你安住于清净的觉性当中，这个时候可以反观所有的一切实相，那就是道。所以在当下之中，如果无苦集，自然也就是灭。那这里面呢，总是大众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走到这样的层级。所以世尊呢，从得证无上正等正觉之后，就为无比丘开示苦集灭道，而且这个过程呢，历时的时间相当的长。这个四谛之理啊，世尊总共说了三次。第一次初转法轮，就是在说此为苦谛之世转，告诉大家。其实每个人生活都是在自己的世界中承受着自己果报跟自己意识的自我折磨，所以呢，这些的觉受身体心理的所有的感受，无非都是一种苦的相状。那这个苦里面呢，当然呢，欲界、色界、无色界有苦苦、行苦、坏苦啊，那这个过程无非都是一种苦啊。那之后呢，就是在细解应变之，也就是劝转。劝转的时候啊，世尊呢就告诉大家，你要如何才能永断这个轮回。那如何这个修行上面有所成果，所以有作证。这世尊做了证明，另外还有修习苦谛的种种细细的法门，
这个是第二次转法轮。那第三转的时候呢，就是已变之苦地，也就是正转。这时候有些弟子啊，其实根据根器的不同，有的譬如菩萨在试转的时候就已经很明确的知道这个是什么，而在这个上面呢，这个苦呢一下就能够去抓到，其实这是唯心所现的，这时候是觉受。当第二次的劝转，就是根据于没有这么立根器的众生，所以要一一的细细解说。当然到第三次转法轮正转，最主要是由世尊来证明，那里面有一些菩萨，有一些修行者已经得到了他真实可以超越这个苦的感受。所以这个上面有三转，即灭道替也各有三转，所以叫做三转十二形象。那只是简单的以苦来讲，如果以疾来讲一样啊，这是疾。所有的人其实难以发现疾在哪里，所以都是在苦的感受的时候类推回去，才会去看到那个疾啊。而灭这个东西又是非常非常的没有具体的样子，所以只要没有苦就是灭，并不是说我现在有一个苦可以灭，这样听懂吗？我们一般来讲就是感受到我有一个苦可以灭，可是修行灭这个东西它不具形象，它不是我有一个苦可以灭。今天如果色身上面我几乎会疼到很疼很疼，所以我有一个痛可以灭啊，所以呢这个痛来灭这个痛，那可能就是一个止痛的药膏啊。那这个是所谓物质上的形象，但是苦这个东西是抽象的，它是主观而抽象的，它没有办法具体把苦拿出来。所以在这上面转的时候啊，这个苦即灭道的即都是由苦来知道即。然后你在造作的时候，如果是以觉性的使用的时候，有戒就知道不急，你只要懂得慢慢去懂得，它戒就是走向果。所以你现在收集的行为，你收集的心理状态，它以后就会有你收集出来的答案。当你呢在戒而无作，无作的状态之下，过去是有作，现在是无作的状态，你本身知道什么是应该如何，而不期待未来。你把现在的这个戒持好的时候，它就不谈及。所以我们如果说好，我持戒是为了某一种答案，那么就叫世间法，那就是世间的戒。如果你持戒是本来就是应该的清净而去持这个戒，它就跟疾两个不同存。你持戒的时候它就没有疾，这样听懂哦？你持戒它是没有疾的，如果你持戒而有疾，那么持戒就不是叫三无漏学啦，戒定慧就不叫三无漏学啦，因为你急就是有漏嘛。所以当你读到苦急灭道，当你知道苦的时候，你知道前面出问题，当我现在要灭这个急的因的时候，就应该持戒，就应该持戒。所以它自然它就不会有苦的果在背后，对不对？好，那急的时候世尊一样有讲啊，它一样有三转，此是即替应变之劝转，以变之即替。那这个上面当然世尊就会举很多菩萨证得自在解脱啊，他自在解脱呢声闻一样啊，不受后有，自在解脱的时候会类推回去他是持戒，
所以用持戒来告诉你它的果是解脱，这是方便，这是方便。所以如果说你懂得苦集灭道，你戒定慧就会在里面了。好，再来讲啊，道替的话，它是一个总纲，也就是修行有没有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如果说都不需要有，那是天生世家，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既有苦，既有所有一切过去累积下来的包袱，也就有这个办法把这些包袱给慢慢的理清，把它卸下来。所以在卸下包袱的过程，这个道法一种性不同，而这道法有所不同。比如声闻尘，他会从苦集灭道里面去好好在这里面依凭的这个道法，那如何来灭这个苦。那如果缘觉尘的话，他可能是观十二因缘，那这上面呢他有他修行的一个框架，这个时候还是用框架，因为它是过程嘛，就是不跑出这条成佛的路，这个时候其实有框框的啦。好，那再来看菩萨，菩萨的道那就又不一样了。菩萨的道它有四摄法、六度、十度，那当然八正道是他最原始佛教里面谈到的，所有一切应该修行行住坐卧的主表现啦，就是他表现在生命里面的相状是在八正道的这个范围。所以像这个道来讲呢，就开演出三藏十二部。所以苦集灭道你要细讲它根本不可能讲完的，那就是要把三藏十二部给读完。那每个人在自己主修的这个办法里面都是适合自己根器。那所以这个道替来讲就是在讲他的办法。而这个办法听办法并不会成佛。是修了这个办法才会有所改善。所以这个改善呢是架构于实践上面。而实践的果就叫灭。这叫灭体，苦集灭道。所以这个灭，以修行人那一念回转的时候，回光返照，会觉得我刚刚怎么那么笨呢？我怎么心中放不下？这个时候一定有我灭的感受。其实是转，而不是叫灭，因为它本来就是幻化，无明本虚幻呢。所以你的苦的觉受是个别的。当你这个卸下的时候，你找不到苦的痕迹，你可能就感受到暂时的法喜。但灭这个东西其实是没有具体相状。如果你一直安住在极跟道上面，那极是以清净的界，而这个道来讲啊，这个办法就是所谓定的部分啊，这就属于定的部分。那这个办法是为了让你觉性不晃动，这个道啊其实就是让你觉性不晃动，去看到它原始的相貌，你本来的面目，所有的实相。所以这个道的使用它一定有次第性跟它适合的时间空间，所以它没有办法具体说是什么样的样子，只能总纲。而灭呢，真正到修为到某一个程度，它没有灭，它就没有灭，是初初才有灭，最后没有灭。但是我们总是会讨论啊，有个理想，因为有个理想的存在，所以要谈灭。有个理想的存在，如果你一直在道法上，有东西好灭吗？有东西好灭吗？没有东西可以灭呢。你不在道法上才有东西可灭，对不对？如果你一直安住这个清净的觉性，而且一直在道法上，你就永远在现况啊。你在现况中不需谈灭，那也没有所谓生嘛。
既无生又何有灭可言？这个是另外把这个三无漏学带进来。那你如果一直在这个道法回光返照，你在这个保持自己的觉性，在所有一切，当你在道法里面，你自然回复本来的面目。你本身在这里面一定会有，又会有原来的智慧现前，而这个智慧现前直接它就连结了，它就连结过去，连结过去这个妙的部分。所以道法里面呢，道法里面呢，是因为凡夫染着重，所以它道法里面会有一个过程。那个过程就是你用道法去灭这个苦，当你道法跟苦同在，你就会有丢掉那个苦的刹那觉受，那就叫空的体会，那就是空性的体会，才原来知道我这个苦其实是虚幻的，它本来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是你自己的意识结构它。因为你既然知道苦本来就是空嘛，所有的因缘法都是因缘而已啊，那你就是安住在这个时候，就是安住于空的正见。但空的正见，如果你有道法的状态之下，我们这个道法也是假名呢，所有一切因应随顺因缘中应该使用相应的啊，这一切这个叫道嘛，啊，这个不是偏差的。如果是你这样子在实践它的过程里面，它就无限的妙有现前，它就是既是空啊，又是实相的智慧现前，它就不再通过苦，它就不再通过苦了。所以这个就是出世间。那出世间呢，这个走下来的时候，就自然也没有灭。所以当你苦跟道同在的时候，当你要通过那个体悟的觉性，觉性的现前的那个刹那有灭，那个刹那有灭，也就是有空，有空也有灭。但之后呢，如果你是一直安住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既无苦亦无灭，但是本身是毕竟空，那这个道法呢，这个道法变成实相中的随缘，这实相中的坐而无坐，无坐而无不坐，这样子的，这个是一个简短把它浓缩，同学这样都听得很明白。那为什么需要拉开这么远，拉开苦是什么，急是什么，然后你有什么因就会什么果，然后你怎么修什么，它最后会证得什么，是因为众生想要有一个理想式的程度。所以经论里面他就谈到灭，你要灭到什么程度，你要灭什么。其实在座同学，我们如果发一张考试卷给你，问你你想灭什么，答案是不一样的。也就是每个人对于现在想达到有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世尊就这么慈悲的告诉你，如果你要达到这个目标，你就得这样做，如果达到这个目标，你就得这样做。所以就谈到了这个灭，它的所谓你要灭到什么程度，你曾经问过你自己你要灭什么吗？你问过你自己吗？有的人是说我要灭精神上的苦，有的人是说我要灭生理上的束缚，有的人说我精神跟生理我都想灭，有的人他想灭的是所谓我不喜欢的那个部分的烦恼，但是快乐我要保留，它是条件的灭，对不对？你现在问30岁的人你要灭什么，他跟你的回答一定不一样。那有的人说我要灭我的起心动念，你要问光灭这个东西啊，经论里的
各个经论对于灭的定义，到底灭到什么程度叫灭？你要灭什么东西？有的人对于这个灭、啊，他有谈到啊，就灭、啊、人类要习苦的根本叫欲爱，所以有的人说我要灭掉我那个最基本的贪欲，那我就可以不用相续下去，那么我的苦就不会跑出来，这就是一种解脱跟自由。这只是灭爱欲，不一定有智慧，不一定有智慧。那有的人说我要审这个如实的审查一切的真理，然后我要看得很明白，没有虚谬，这个就是灭无明，这就是我要的灭，这两个就差很多呢。所以呢，很多论点菩萨会做论，在论点里面呢，法蕴足论里面讲灭谛就是涅槃。好，那又从涅槃的角度分出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太多种涅槃了，对不对？好，再来极意门足论，就是论里面讲啊，则灭无为即是灭谛。大毗婆沙论里面就讲两种，他说灭尽四谛中的极就叫灭谛，你灭掉造作的因就叫灭谛，这是基础。那你要灭掉造作的因，要达到这个点不难，相当容易。那第二个论点讲要灭尽苦跟集才可以叫做灭，就是灭掉你有苦的感受，跟灭掉你可能有造作的这个机会，跟这就是有造作，所以灭掉苦跟集就叫灭谛。那三无性论里面他谈到灭就是要灭惑，所以惑的灭尽就是灭谛，这才达到灭。四谛论里面认为爱的灭尽就是我要把我这个爱给灭掉，那么基础上就是灭尽了，就是有余涅槃。那苦的灭尽为无余涅槃，这个是四谛论里面的，我说举出来给同学听这个灭，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佛要说的灭是什么灭，那你可能有个幻想的理想啊，那个终止点可能都是化成。诚实论里面讲灭，要灭尽假明心、法心跟空心三心，就叫灭。辩中边论里面讲，唯是三性，就是遍计所执，自性不生，叫自性灭。由各种外在因缘而生起，依他起的二取、见取、借进取不生，叫二取灭。真如这本性即灭，称为本性灭。所以是不是所有的论都谈到灭？同学，那我们如苦集灭道，我们灭什么？我们要灭什么？你先知道佛他讲这个灭是过程，它不是答案，所以最后是无生灭，所以它是过程不是答案。那我们以灭真实的苦集灭道，最后是无苦集灭道啊，也就是你无苦，你超越了苦，你就超越了灭了嘛。你没有集就不需要有道，你没有集需要道吗？不需要道啊，你没有集就不需要道才是正道，对不对？
那你没有苦就超越了灭啊，因为你没有苦何须谈灭。所以以个人的定论而言，我个人，这是我个人哦，你也可以有你的，我个人认为成佛才是毕竟，苦集灭道里面真实要推要解释真正的定义，而就是连这个灭也不存在。那这个上面呢，细解苦集灭道，刚刚讲苦啊，苦顺替有四相，也就非常苦、空跟非我。你所有的苦啊，其实它都需要有因缘，所以它不是常态性的。苦有逼迫性，那个感受是主观的。那其实苦呢，是为我所见故，其实它本是空。其实你清净的正知见，它本身就是实相而已，那是你主观，所以它违背，事实上它的实相是违背我现在的我所的见，才是它真实的相状。那我们是锁在我所，锁在每一个人主观的这个范围里面，其实它本身是空性，非我为我见故，也就是每个人都有成立的某一种见，那这个见把自己绑在，把自己树立在中间。那真正的苦圣替，就是指他的圣意替，苦是虚幻的，因为它非常，那个苦的逼迫的感受是世间的感受，那空呢跟非我，这才是它真实的象征。苦真的是主观的感受，你若甘愿拢袂苦，你一世人唔甘愿拢真苦，啊，你若唔甘愿就是我在呀、啊。啊，你若甘愿啥货先叫做苦，豆豆啊来，拢会做会完。所有的一切就是这样啊，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苦？因为我，只要有我，当然就是苦。是谁在苦？当然是我苦。有的人他的世界里面只有住着自己，有的人世界里只住着别人，但在乎自己被别人批判，他是想要用另外一个完美的我去替换掉主观的我，所以就行不啊行，就是什么都要为大众为大众为大众，可是不得自在，他只想到大众，可是自己是不自在的。所以世尊说这两个其实都是极端的，这是一个断跟一个长，对不对？我们如果真正去了解俱舍论里面讲四谛十六形象啊，苦圣谛，它的圣意谛里，圣意谛里，你会发现世尊把苦的直接感受跟实相都讲得很明白。那我们在极圣谛里面啊，就是有其前因就会有现前，你造前面的因就会有现前，所以现在造作乃未来苦之因嘛，过去所造就是现在苦之因嘛，其实都是因啊，那你现在所感受的就是过去所带来的现在的果，对不对？那这个集体呢啊，就是如种子一样，当你结构了它就会就是有一个存在，然后就把它累积起来，它就生成了某一种事件的因缘，然后只要缘成就的时候它就会真的完成。那我们需不需要这种极圣谛？哦，你说我学佛，以正义谛来讲，同学，我们大家聚集在这里，是不是好因好缘？是不是？那是不是
未来成佛之果的因，是不是？是也不是啊。以假名而言，它都叫是啊。以清净而言呢、啊？以清净而言，这个缘是无作的缘呢、啊，它不是刻意的缘呢、啊。你以前来听课有没有很勉强你自己？然后爱困的时候，自己念大腿，有没有？那个缘是存在，那个是过程。你现在是不是欢喜来听？听了之后，你会不会很勉强自己来听？如果你会勉强自己来听，那么你急确实是存在的。如果你是很欢喜来听，我就说我们是法界，法界缘起啊，法界缘起亦毕竟是空嘛，对不对？那这个上面这个急，我们需不需要？以凡夫以修行中间的人是需要的。那这个是完全实相的，我怎么呼唤你，你会不会来？那因为民主来，嘿，三拜就回去了，真的是这样。如果你是真的是自己清净的，与佛法相应，与佛法相应，在你有空的时间，再怎么样的这个集，它就是圣意体，它是没有负担的，那也不期待这个果在什么时候现前。同学，你会期待你什么果在什么时候现前吗？凡夫的时候会啦。你开始学佛的希望此生此世了生脱死。好，我们再来讨论这个哈，因为苦集谈了嘛。到底是了生重要还是脱死重要？没关系哦，答案都可以的哦。你不了生能脱死吗？你不了生能脱死吗？你既有生又怎么脱那个死？那我们讲了脱生死，那就又了又脱，对不对？这个是一个，所以当下完成嘛，叫了脱生死嘛。那如果我们以次第上来讲，以十二因缘法爱取有之后，是不是就生？是不是变成要先了这个生？也是无生呢、啊，无生就不用讲脱死嘛。可是我们现代的佛法强调脱死，现在佛法强调脱死，对不对？是这样啊。可是如果你有生，又何怎么脱？又怎么脱呢？我们现在脱死不是讲肉体的这个死啊、哦。不是讲肉体的功，啊你背两间啊你脱出来了脱出来了脱出来了，不是讲这个死，不是讲这个脱。而、这个了生脱死在讲轮回生死。毕竟轮回。到底是了生重要还是脱死重要？凡夫是了重要。是了生重要。修行人是了脱生死。他就是当下就是了脱。他就无生死。如果你能一切圆满的时候，他就不用谈脱呢，他本身就是圆满的状态啊，对不对？他本身就是圆满，就是圆灭嘛。可是你确实真正仔仔细细去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他强调了生脱死，有的人讲了生脱死，有的人讲了脱生死，对不对？这是次第上的问题啊。如果你只想要脱死而、没有办法了生，那个死是躲起来的，那个死是躲起来，所以中间的过程不可泯除，它是不可泯除的。好，那如果说我们所有的修行只去向我为了达到死，我只是为了达到死，那是会入断灭的。你终究所有的集在啊，你集是在的。当然有一些理论是说，我不给缘的时候，你这个集啊，这个因是不能成就，因为我不给缘嘛。你这个因啊，就像说你有种子不浇水嘛，你没有给它落到大地里啊，所以它这个缘不成就，最后没有这个果，
对不对？这是要叫你现在不要造作，但是你那个因在，最后就是成佛的菩提道的缘，就是菩萨道里面的缘起。如果你在凡夫的角度，再讲一次，说你有这个因啊，你不给缘啊，你都没有这个果，这是叫你乞丐，这叫你当下绝招。那跟你讲，你这个缘会拢断，你拢无这个缘，那骗你的，那是安慰你的方便法。你这个种子在，你这个种子在，你在十方法界，纵使你成佛，这个众生就是叫做跟你有缘，因为因种在他那里，因有种啊，所以他之后那个缘就是成佛的时候度的众生的缘，而不是结恶果的缘，这样的意思。所以是不是这一句是不是一定要厘清？你厘不清的话，你这两个人做偷牙哦。哦，我不要跟你，我只要没有缘跟你见面就好了，那我就不会跟你有修度的时阵。可是如果说因啊，就不会有果，那世尊是不是打大妄语？世俗的因，它可以成为成就佛道的缘。对不对？不一定是我们彼此互伤的缘。这个转在哪里转？这个转在每一个当下转。啊，这个当下不可抗拒。它是没有办法抗拒的。如果有办法抗拒，世尊为什么会碰到提婆达多？好，那我们再谈到说这个急的存在，当你内心有急的存在，你会老实；当你内心没有急的存在，你有可能狂妄。我过去生过去世没做啊，也没有什么因，那就又叫断灭因果，又不行。所以当一直告诉你过去有急，所以你现在现况中有这个果，所以因果不昧，这因果是不昧的，所以要告诉你，世间的因果就是苦集，出世间的因果叫道，然后灭，对不对？所以呢，苦集灭道是不是假名？是不是世尊所提出来过程中的理论？他最后是要达到那个答案，而不是要强调理论。但我们常常会强调理论，而忘记其实理论是告诉我们怎么走下去的道理，最后是要跨越这个瓶颈。那这个极胜谛有四项，第一个叫因，第二个极，第三生，第四缘。刚刚有念过，因就是如种子，极的话显现之理，也就是它会集聚起来；能生的话，能令续起，它会持续不断的下去，它会有一股无形的力量给你拉着。缘的话能令成办，也就是它自然就会完成，它只要因缘和合的时候就会这个样子。比如说你现在有一瓶墨水，你要写大字，那你有一杯果汁在旁边，当墨水碰到果汁的时候，它还是会融合在一起，是不是？你不能说墨水，那我墨水碰到果汁不融合，因为它同属性叫有水分。那你说我墨水碰到钻戒不融合，那可能钻戒它可能不会被墨水所沾惹，然后你在写墨水的时候，这个钻戒还可以挑出它的因跟缘不同属性，对不对？所以这个上面的缘呢，能令成办，一定是属性相关。所以集它会有相关联，那就看呢、啊，我们投胎转世的时候，你就是集什么样相关联的一大堆的这个力道，
你当然就冲向那里去啊，就是很自然的嘛。好，那我们再讲灭圣谛。灭有四象，灭第一叫灭诸蕴禁锢，就是苦集灭道其实架构在有五蕴，架构在有五蕴。如果你没有这个五蕴，照见五蕴皆空，就不用谈苦集灭道，对不对？五蕴皆空啊，所以你诸蕴禁锢，静安静的静，三火习固，贪嗔痴三火习掉就安静下来了，这个就是灭圣谛，殊胜了，它就会让你的三毒不再有了。妙众患无故，它就没有过患，没有这些烦恼。离脱众灾故，它就没有果恶果，所以远离了这些灾难。所以灭圣谛的四象叫灭尽妙离。同学，如果你好好修行的时候，你会通过，你会通过非常多的过程。你用照见五蕴皆空也可以，你用贪嗔痴三毒来修也可以，你用这个戒定慧三无漏学我主纲嘛来修也可以，你用提起正念正观诸因缘法毕竟空也可以，所有的东西其实它都会结构在一起。你在正观因缘法的时候是不是没有贪嗔痴？你是不是照见五蕴皆空？你的下手处所有的这些东西只是你是次第分散的使用它，还是总和一起在当下把它完成？那刚刚所说的那些都叫道，而灭呢是指它的答案。那道圣谛也有四象，道就是通行义故，它就是你要通行的这个道路，只要你照办法这样修行就能得到结果，确实是这样。众生为什么学佛有时候学得哩哩啦啦啊，七零八落？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照着做，他跳着做。他跳着做的时候，期待那个自己跳远跳得远，然后摘那个果子摘得快。那事实上，道圣谛来讲，他这个通行的道路，你如果照着做，这是深度问题，你照着做，它里面彻底的去洗涤你自己，你就会发现，你只要花一点点的时间，你一点点的时间，你就会通过的很快。但是你没有照着这样做，你不是无间修，这个时候它本身就恢复到你凡夫的样子，对不对？就是这个样子。所以道圣谛里面呢，它有道是通行义故，如气正理故。所谓这个道一定是让你走去向无上正等正觉，得正涅槃。你现在应该先放掉，就先要空，因为你在有，所以先要空。等到你到空的时候，它就要告诉你，你应该要不空。那当你不空的时候，其实它安住的状态叫空，所以空即不空，气正理嘛。行正去向故，道圣谛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它就是行，它就是实践的意思。如果道圣谛它没有这个实践，那么它只是所谓知见，就是一些讯息而已啊。听说去瑞士很好玩呢，听说去日本也很好玩，很漂亮。听说去哪里都是听说，你既没有资粮，也不买机票，也没有准备，哪里都去不了。听说去佛国净土极乐，听说是听说，对不对？好，那道圣谛的第四项叫出，能永超故，能永远的超越。
也就是他不回复。那如果说我们还会有反复反复，那当然就是修行当中没有办法全面了，就是因为没有全面。我们知道苦的根源是可爱嘛，可爱的核心是无明，升起虚妄的我见，这个非常的清楚。那虚妄的我见呢，在心中汇集起来，就会成为行为，行为的驱动力。啊，这个行为的驱动力，当他真的完成这个行为，也就汇集起来，他会走向业果的顺势，而会成就业果。那我们又没有办法不思想，所以我们心中是不是会有动，去汇集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不思想，我们又没有办法拒绝行为，你一定得采取行动嘛。所以呢，当你急的时候，我鼓励同学，当你看到我有苦的这个因，那我急怎么办？没有第二条路，只有持戒。啊，这个戒不是框，它不是框框，它就是你无法拒绝行为，那你的行为在正确的，那你无法不思想，你就听经闻法。所以你听经闻法的思想就会修正，然后你用戒来辅佐于你所听的这里面的规范啊，你就是法听的这个规范。那这个时候，当你有戒，又有听经闻法出来的这些东西，它就是智慧照见，这就是用智慧来照见你所面临的所有的现况，能够了解它的实相。那这个要不断的练习，最后就会断除可爱，因为无明跟可爱相表里，无明现在外面的样子就是可爱，你不明白，所以你才无限追求。那我们在追求的过程里面，如果懂得修正，那不叫追求，那就随顺因缘，可是无所得心，内心不躁动。那我们讲啊，听经闻法要懂怎么去修正这个急，实践就使用这个道，啊，最后就无苦，就不须灭，那也叫灭苦。既然我们是人啊，以我们人的角度来讲，我们有心色二法，所以呢，在心上面就有运作，在色上面也要有所运作。所以如果你的心色是分开的，那你怎么运作？所以心色二法在修行的初出，我们讲这个道是先从色法入还是先从心法入，这个是看个人根器。以世尊来讲，他叫我们从哪里入？他叫我们色法都不要动，然后去转那个心。所以僧团里面才会先讲这个戒律的部分，那这个戒律的部分是先讲不可以做的部分。所以我们修行其实在世间人来讲，你不可能停止不做，所以世间人修行你不可能停止不做，那你的心念要转的时候，又会被你自己应该要完成的这个压力，使命的压力给挟持着，让你的心没有办法停下来。所以修行的时候，你要对于自己生命有一个分析，你应该有一个分析，是哪些东西是多余的可以不要做啊？那多余的不要做的这个部分应该是自由心证，也就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东西。如果你可以自己决定这些东西，那么你心色二法才可以比较快速的掌握，就必须是自发性的，
这内心必须要有自发性的那种决意，菩萨都是有决定意的，啊，这个 决定啊，是一股清净的自我产生出来的力量。如果你没有产生这一股力量，谁也拖不动，你这个道是无法坚持的啦。这个大家很有感受哈，很多人修行三五十年，阿嘛是同款，念佛念念嘛怕怕。其实不是佛的错，也不是办法的错，其实就是他这个上面呢、啊，他没有内从内的自发性。那这个自发性，这个道的自发性又来自苦的感受，因为你知道这个这苦的觉受是那么主观的存在，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在讲说道就是要通